差点就冲到河里了。木桥被冲塌了，该怎么过河呢？哼，有了，我们可以用这堆木材来建造一座新桥。好，开始建桥。哎，嘿，先把旧木桩拆掉。当当，铁棒、锤子，嘿，嘿，嘿，哈哈，终于撬松了。挖掘机，把那个木桩也拔掉。我来拿根大木桩来做桥墩。哎，哎，麻烦你把它插在河底。忘了，顺便把这根也敲下去。木桥的主体已经搭建好了，开始铺桥板。哎哎，铺在这里，挖掘机也来帮忙。对，就铺在那里。就差这最后一块桥板了，赶紧把它铺好。嘿，嘿，好像是霸王龙，得加快建桥速度了。嘿，嘿，嘿，要把所有的钉子都敲进去。嘿，